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今天在牛年大安老和店，今天要抽一个超级可爱的，噔噔，克美都咖啡店出一番赏。我刚想说出一番赏有什么好抽的，它的 A 赏超可爱，它就是那个叫什么啊？厚松饼，那个厚松饼的叫什么啊？是他们家的招牌甜点。对对对，然后其他东西就是什么毯子啊、毛巾，但是它的小赏也很可爱。老板娘是密封袋，然后毛巾，再来是绑线，反正它就是食物，我就喜欢食物啊，我就想要抽。我目标是 A 赏，老板娘已经拿出来了，但拿出来等一下我就会抽到。超可爱的，它下面还有盘子，注意它是有这个盘子的。超可爱，它就是给用它，然后放在沙发上，这个真的超可爱。如果我今天抽不到，我就用别的方法得到它，但是我今天抽到。啊，你没有讲它的 last door。是夜光灯昭和感的那种杯子，然后上面就冰淇淋，就是苏打冰淇淋那种感觉，超可爱的，算是 last door， 所以只能用别的方法得到它。第一响是麻筋，第一是那个密封袋，那密封袋超可爱，那种袋子根本不用啊，送礼物给人家都可以用，但是会舍不得。毛巾。好啊，我想要卷线器，他不给我吗 ？F 啊，我想要 F 超可爱的密封袋。哎呦，又抽到一样的哦，五抽现在又抽到一样的毛巾。哎，我也抽一样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可是一真的是最多的。这个猫是金色的。我今天只抽第一个一哦，这个赏没有，这个一般赏没有其他东西，没有，怎么会这样？让我看个其他的英文字母 ，C 什么？地垫。哎，我们刚刚没有介绍到 C， A B C 都各二，那我抽 C， 不错啦，我抽 A。可是这个还是挺 O 的，因为他们的这个配乐是一样的。都是只有两张毛巾，哎呦，失抽了，不行，我要自己来加五抽，我自己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一套你讲超久的哎、欸，对啊，这套其实我记得有一小段，它不是最新的，然后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超级可爱，可是那时候台湾好像还没有，第十一抽，我自己先看。你抽，我换地方抽，看你要去哪里。我要换去老板娘的新事业。哎、欸，有在服饰店抽一番赏的感觉。有，这样会不会运气会稍微改变一下？有可能哦。就是咖啡店，然后完美下午茶，完美下午茶。我不一样的，我终于抽 F 了，终于有不一样的一冠之魔了。我等下如果抽到 A， 我就在这边买一套衣服，跟这个很合。好，没有开玩笑。第一什么？第一什么？哎、欸，是你要的那个袋子啊？袋子有，刚刚袋子有抽到。我只抽第一个一啊。哦，你觉得这个抽的有？老板娘讲这种话，真的抽一定会有。老板娘很少这样开口的哦。现在压力换我变成我很大。先看啥？整个一都没有抽完了吧？这套，它就是那种放在地板上的。哦，它只有一种而已。它就是放在地板上。就是地垫啊。地垫。哈哈，好烂的介绍。你手在干嘛？偷抽一个。我家老板整理的时候偷抽一个都抽了。好像有闪过一个感觉，你哦，那应该是你抽啊，
完了。我那是毛巾，你看都是食物的，然后都是他们家的招牌，超级可爱的，但是它就是毛巾。毛巾我抽了11个，然后再想要的 F 长得很多超可爱，它总共有三种，然后两个绑线带，两个绑线带，然后两个这个夹子，就是它是真的夹头发，你们看到它旁边示意图，它真的夹在头发上，但是我是不敢啊，我是不会夹在头发上，所以我可能会夹在包包上，这些可爱的地方。然后它在第三种是杯垫，但是我觉得杯垫我们都觉得偏普，所以我拿夹子跟一个那个绑绳的。再来，我们觉得很可爱的，你看真的超可爱的，好可爱哟、喔！总共有六种，然后我抽到五种。这种袋子根本不会用啊，就是很可爱，然后放着啊，谁舍得用啊？可能送礼物的时候可以用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爱。会很长哎、欸，没有，它就这么短。它就是一个，其实它很可爱，但是你就觉得被通知好用，不行啊！我觉得要用别的方法得到它，它就划。我们抽一番赏，还要帮大家算怎样比较划算哈、哦嗯。我觉得这个已经差不多了，如果真的太想要它的话，要用别的方法得到它。适可而止，我们要量力而为、嗯、好不好，我们做好的示范，没错，理性消费，不要硬抽 OK。 好的，那今天这影片到这边了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自己过来啊，我知道，再拿一下 A 档，我要抱着他，谢谢，用封面骗大家，对，这个小樱桃那很可爱，你今天跟他超搭的，你今天、就是、对啊，我根本就是去他这边吃饭的客顾客啊，然后不让我抽到他、啊好像是，一般整个电视没有关系的。好了，影片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没有，刚刚那个 Buy Family 卡，老板娘说在版，然后我觉得配乐很好，我抽，你猜我抽到什么？抽到绿牌，我抽到。你忍得住哦？不行啊，我都抽不到，可是他现在配乐真的很好，大家自己来抽吧。我一直乱抽哎、欸，嗯，乱抽我猫咪咬伤。好啊，抽一张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应该要包了吧？可以抽一张吗？老板娘说可以。猫咪咬是吗？对啊。他现在在拿给你拿钱包拿出来哦。居居、就是、那个安妮亚那个真、就是，对啊，他说居居啊，叫我不要抽。我后面老师抽到居是吊饰，好了，谢谢。啊，你今天不行，今天不行，收手。